这里卖什么啊，老板？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现在你在做的是？经典招牌咖啡的。Coffee 招牌 ，Classic Coffee 提拉米苏。哦，所以除此之外还有 ，Matcha White Peach 提拉米苏 ，Taro Strawberry Mango， 还有 Earl Grey。那边还有更多口味，那个新的美牛，这个旧的美牛。哇。每天大概可以卖多少个、啊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。看到货很货源很多，对于他厂。Thank you。通常是卖完。几点卖完呢？通常？快的话七点半，迟的话九点。Hello， 我是现在的。你提拉米苏 ，classic coffee 提拉米苏。我们的是没有酒精的。啊，它的 coffee 没有酒精，我们会比较浓咖啡，因为我们是有做马来人的生意。啊 ，strong coffee 代表 coco， 啊 ，classic 我们来一碗。不能吗？干。对。Very long queue。哇。没事，他们要那个 QV。这个做多久了？一年半。三度到五十个。自己做啊，这个提拉米苏，我自己。Yeah， 我自己。你外面买那个不一样。啊，你买来的，买的多少个？我听过，反正 ，Yeah， 我听过来面，听过这边。你不能跟谁一样？因为我是一来做久了啦，有熟客啦。啊。全部吃得好吃就带回来买。我准备韩国。